们就是刘国昌刘老师。来往前走，因为这边比较危险，他可能要掉车了，大家往前走好吗？有他挺专业的，其他的站，对，因为通常后来还是大家一直骂一直骂，就像没有这件事情，大概就像我就举彰化博览会的例子，他也有他的量，他当初只估他一天的量到20000，结果来了100000，啊、因为那年的行销让民视还有联合报包走了，然后连民视就一直在电视上帮他广告，你知道吗？就爆掉了，所以你们有，我们有那样的经验，对，有，我们有想过，我们有考虑过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。对，我们对就很怕说，尤其过年期间，我们很怕那个量爆掉这样。有，这真是有，我们有很多的志工，然后营运团队，这是有想过。好，现在要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是我们的户外剧场。我们叫它斗笠剧场啊，好、哦，目前它的硬体工程的部分呢，它会在展期的期间还没有办法全部都完工，那但是它的户外的这些空间都会好，然后它的棚架会是临时性的这样子，因为这个其实云林县很穷，这个户外剧场其实真的找不到那么多钱来，但是它是有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的工程的施工，那这个户外剧场可以容纳3000人，以后在撤场之后，这个仍然是给云林县的一个户外剧场的礼物这样子。好、哦，来大家再往前走，因为期间它是不会有表演，它有表演，开闭幕都会在这里，对，有，我们开闭幕在这里，然后6日一定会有表演，然后在weekday 的时候，周间的时候会是看他们排的情形，可能节目不会那么多。这里会有表演，然后那个田边俱乐部也会有表演，是不同形式的表演。所以那些团体都是有在地的，有国外的。对，有两种不同，这里是会比较国际的，然后那里会比较在地的团队这样。很长，结束以后还会留下来。哎，这个剧场会留下来。你变成一个公园。对，其他先会变成一个公园，对，这会变成一个生态的公园。然后现在左边看到这个是厕所，这个是用低调一下，就是很在地那个形式，然后所以它的那个都是很在地的砖啊，然后竹子啊、竹片啊这样。这厕所会留下来吧？原则上会。是刚那边挖了，是不是就堆在这里？这里也是，对，其实这里可以站上去，至高可以看呐、啊。对，其实可以看到。所以这已经算是整个全区最高的。对，这是最高的点，这个地方。对。好，要上去吗？是我们绕一圈。快一个小时，快到了。那个让记者去照一下就好，我们人不要上去。那这个路会修吗？会修。所以我才说21号会撤场。对，它21号里面所有重型机具会撤出去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整理这条马。对吧？都是。它有一些原生的，对，它有一些原生，它是森林，就是说它本来那个建筑师很棒的地方是它先自己进来。值得留下来的树，它都在上面绑红色的袋子，它都已经先选过了。OK， 不要的话才挖走，然后才养地。它养地花了很多的时间。对，今天我们看的状况是工地施工间，否则很平常。就是以前我们来的时候，真的都是非常的生态。我们的那个农博 Go Farmer 第一期的那个照片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是很生态。应该差不多了嘛。对，差不多 OK 了。对。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工地呀、啊，让你走进来觉得不太好意思。倒是还注意一下，那个不是台湾香的，是台湾香的，好几颗都是这样子的样子。好，请问有20%几的树木被留下来？好难哦，这题我不会。猪有印象？对，这只猪。什么牧场？快乐牧场。来，我觉得走到它的后面来看，它会更漂亮。这只猪的后面这一个湖叫做塞纳湖。为什么叫塞纳湖？
所有的废水引进来，先在这个池子里面做沉淀，而且它是最脏的。对，现场都这个叫塞纳湖，塞纳的地方就是塞纳。对，那这个是最生最营养的这个池子，所以它长的东西是最美的。对，它里面高消痕啊，小屁屁啊，好多、哦。然后在这里拍出去的影片就觉得很漂亮，这样子。对，以前苏县长常常早上六七点要跑行程之前，就自己先来走一趟。然后第五次啊，曾经自己去买竹筏在这里划船。对。那所以在这一个场地里面呢，他们会是 A， 要不要大家走进来一起听一下？听得到了，听得到。Okay.那在这个场地呢，我们会示范一种友善养殖的方式，大概是让你们知道说猪它的生长过程大概是怎样的，然后它都吃一些什么东西，那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日后你吃到的猪肉里面是什么成分，那所以它会示范一种养殖的过程让大家知道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它会呈现它会希望是让你们知道，因为我们云林有打一个品牌叫做快乐猪，对，那大家就是想要示范这种友善养殖的方式，然后让那个我们的小朋友体验那种蓄养的那种情境，这样，所以这里面两只脚、四只脚的都有。啊，我们的畜产科很怕说我们养的是小猪，等到农博结束，然后再大猪，他超怕的，所以他一直很顾虑这样子。啊，从这个角度这样拍过来很漂亮哦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？请问那个一共是四个月的时间吗？72天，七十二天就可以从小猪变成大猪了吗？你刚刚说的意思？哦，猪大概我没记错，他们是说六个月就可以从小猪到。至少要六个月。对，六个月。哦，所以你刚刚说，他们专业这样养。所以是有加生长激素了？我不晓得他们是的哦，这里我们不会啊，这里我们不会。那外面怎么养？怎么可能说七十二天从小猪变大猪呢？哦，他是怕他养得很好啊。啊，再好没有加生长激素也不可能从小猪变大猪吧？你真的是非常好奇，因为他讲的我觉得很奇怪。食物安全非常重视，对对对。那个畜产科科长很怕他变大猪。对对对，你问他一下，他如果不打针，怎么七十二天从小猪变大猪？这听起来很奇怪。畜产科也许不会养啊。对，他开玩笑的啦。对。那边再走过去是我们那边的 L 园道的另外一边的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走过去了，我们走过来这样子。哦，这个是有什么马路？小马路。外面。对。会有人进来拍婚纱吧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里的场地真的很舒服啦。对。这是挖出来的哦，它本来不是长这样，所以这个的下面有很多管子。那引进来水是从下面进来的这样子，所以它很多管子。高铁一定是那边高铁站在那边。哦。哎，那边是高铁站。在盖了吗？站在盖了，它预定104年要正式通车。上礼拜很巧，刚坐到那站，停电了。真的吗？那你应该看一下。